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。我们买车一般是先看外观，但更重要的是使用价值。大多数人都会考虑动力和节约能源两个因素。有一款车既节油，而且性价比又高，它就是合资汽车中的省油王，铃木维塔拉。从外观上看，车身长宽高为4175×1775×1610毫米，轴距为2500毫米。维特拉拥有年轻时尚的外观造型，狮吼式前脸彰显硬派美学的霸气，黑色的 ABC 柱衬托出动感时尚的悬浮式车顶效果，灯组造型时尚美观，近光灯采用 LED 光源并配备透镜，格栅采用了双横幅镀铬，同时大灯组将采用更具科技感的设计。铃木维塔拉搭载了两台1.6升自然吸气以及 1.4T 涡轮增压发动机，功率最大分别为90千瓦和103千瓦，变速箱是六速手动和手速手自一体的。再看它的用油情况，正常行驶5个油左右，大部分会低于5个油，这个用油量比日汽车还少，不愧是汽车中的省油王。最后看一下价格，铃木维塔拉的售价区间在10万元左右，性价比不输哈弗吧。再说现在买车零首付，无利息贷款，这么多优惠政策，个人月薪2500就能把车开回家了。不少网友表示，维特拉作为一款小型 SUV， 不论是价格、动力、油耗、后期维保费用等方面，都是一台值得选择的车型。看来这款车的口碑真的不错，要买车的朋友们赶快去看看吧。